好，治痉的时候呢，其实跟排痿是一样的，也是，啊，咱这个治的时候，咱采用隔针治的方法，啊，上边呢，咱隔两行，治两行，治中间两行，隔针治呢叫套壳治，平纹呢可以一隔二，也可以二隔二，现在呢，咱用二隔二的方法，隔两行，治两行。这个隔针枝呢，北方呢叫隔针枝，南方呢叫套壳枝。那个套壳枝它的意思应该就是套个壳子，应该是就是做个框架，先把这个框架打出来，这就叫套壳枝。如果是这个针不够长，其实是可以分段拉的。啊，这边植完之后呢，哎，从这儿再分一段，要不的话呢，你看这里呢，针漏的头少，不好拉，所以呢，可以给它分段。好，继续把咱抽出来的茎沙给它植进去，摁住它。摁住这个接头处，回拉一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纱线给它松一下，给它松一下，不要太紧。好，咱不是说了，这里留的纱线呀，要给它长一些，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口。这里衔接不好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拉一下里边的纱线，也让它这里呢，这个边缘呀，对好。像这边，这边也是要给它对好。这边的纱线呢，也可以给它回拉一下。哎，这样呢，这个边两边这个头啊，就对好，对的好了。织出来的呢。不会有太大的痕迹。好，可以给它松一下。现在呢，咱往下接着织。好，下一根呢，咱是二隔二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咱织下一根的，挨着它织。二隔二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两根一组嘛，所以呢，咱织这一根和它上一根是刚好相反，因为空了一组，重新开始一组，肯定跟它上一根是相反的。这个前边的那个，好，现在呢，咱织第二根，隔针织的第二根。你看这个针，你看要压下去，挑得高，这样呢才能挑得清晰，挑得压下去，挑得高。摁住它，要不的话呢不好拉，它这个线粗。好，拉过来之后呢，还是要回拉一下。一般你拉过来的这根纱线肯定紧，你看看是不是紧？然后呢，你就要给它松一下丝，把织布生针脚这一块呢给它松一下，
这不生针脚这块松一下，然后这里呢顶一下，这个纱线呢就没有那么紧了。好，第一遍隔针织的做上了，第二遍要把空下来的加针织进去。好，这里是空的两行，这里是空的一行，咱先把这一行呢加针织进去，然后看看这一行是看准确了，不能错行，看看是在哪一行。好，在这一行。要挑起来，压下去，挑起来，压下去，挑起来，压下去，这样呢，做出来的那个，才会活络。好，这里，咱如果不够了呢，就分段织。啥是分段织呢？做到这儿开始，把针拉出来。把针拉出来之后，重新再开始生针脚。重新开始生针脚，生针脚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压正。压正就是别走它的空隙，要正好在它上面走。这里呢也是从中间过线，要不它就会歪了。好，还是要压住，压住这结线头这里，要不的话呢，它不好拉。好，现在织进去来这一根纱线，看看还是紧，还是紧。所以呢，咱还是先回拉一下，然后呢，给它松丝，这里给它松松丝。好，现在呢，下半部分都给织完了，还空着两个，咱继续把它做完。好。织上面这空出来这两行的时候呢，转一下绷圈，转一下绷圈，继续给它做上去。还是要压正，挑全。继续把要织的线带进来，压住，好拉，要不的话拉不动。好，同样把织进来这个线回拉一下，然后把它的这个松紧度给它调整一下。像这里你看你留的毛头这里如果松了是吧，你就可以在背面呢把这个丝呀拉紧。为啥这里一定要留的纱线要能拉住，就是起这个作用了，给它拉过来，给它拉紧一下，不让它松丝。好，现在呢咱织下一行，最后一行，这里呢切记不要叫它太紧。好，继续做下一行，压正的窍门大家都记住了吧。
条全的那个窍门，就是要把这个针摁下去，然后挑得高，摁下去，挑起来。这样左手给它送过去。好，这里呢如果是做不过来了就可以出针了，这里先出针，出针之后呢再重新做这个边缘生针脚。这个生针脚的时候还是要调正，看着要从中间调，而不是两边的空隙。出针的时候也是从线的中间过线。好，这里还是摁住，摁住给它拉过来。好，你看咱现在织过来这一根纱线是不是因为紧，它这里就非常明显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咱都要给它调一下，先回拉一下，然后呢，这里呢给它松松丝，这里给它松松丝，看看现在它都没有那么明显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线头剪断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线头拨到里边去，咱那个沉纱呀，就是为了。挑线头容易，刚才呢我没拍上这个过程呢咱下一个视频里再讲。这一个呢给好，这个花丝织呢就结束了。然后呢背面这个线头不能剪，咱做这个是单面光，因为生针脚呢也不那么多，所以你留这个纱线呢也是为了它的结实度。好，如果真是需要双面光，咱用双面光的织补。